Jacobson. I am 8. And I started... And when we started sailing, I was 2.5. We had planned for this trip for a long time. I always wanted to do that since I'm a little boy. And then we said, okay, so we just go. But this time we want to sail around the world.44岁的叶丽萍和你一样是家庭主妇，但是跟你只能在购物台抢便宜的旅游行程相比，你多羡慕她能与大她10岁的德国先生江浩哲带着女儿驾着400万台币的帆船环游世界。叶丽萍原本在台湾与先生经营补习班，但是因为先生罹患了忧郁症，2005年他们抛下一切飞到加勒比海千里达，买了一艘船，经过太平洋、印度洋，造访20几个国家。2013年重返千里达。我们海上，我们就好像是蜗牛一样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壳到处走，我们的家永远是最温馨的。关于那次最惊险的意外，他是这样说的：船就越来越近，雾很浓，因为轮船的速度跟我们又不一样，我们很慢，然后他们很快。呼叫很多次都不理我，所以我只好叫我先生起来。然后我先生一起来，他看到那个灯，他就觉得说天哪，他就赶快转，就是这样子。8年的壮游，为孩子的未来铺路，为先生的过去圆梦。曾经担任阁楼杂志封面女郎的她，书中没有一张自己的独照。她说，出书虽然没有照片，但至少是自己的名字，自己的理念得到彰显。家庭主妇太称职，都是浑然忘我的自私。小猪，认错人了吧？